来这边陪我们度过几号寒流的第一天。真的好冷，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就是哇怎么这么冷？满心期待想说台中应该会天气，就没有，台中是啊，怎么也这么冷？就是的意思，对，那就是谁能够告诉我怎么会这么冷呢？好冷啊！自己想办法，是法蜡吧？啊，是花，对不起。啊，你刚因为刚刚做谢谢鞠躬的时候头撞到花，哦对。太高潮的困扰。哎，到底为什么会撞到？告诉我，你怎么撞到？所谓的